大家早安，我现在才刚起床没有多久，但是呢，我想要在今天挑战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今天都不要滑手机。因为我最近真的觉得我手机中毒太严重，我平常工作用电脑就算了，结果我在休息时间还一直在滑手机，然后整个头昏欲胀。非常期待今天我可以过怎么样的生活，那我们就开始挑战吧。我现在呢，想要去弄点早餐来吃，虽然现在已经1点。我妈竟然剥了一整盒的柚子，因为昨天中秋节，我真的是很佩服她的毅力。不要吃的太丰盛好了，不然晚餐会吃不下。刚刚呢，把鸡块放到烤箱去烤，所以这一个空格就是在等鸡块烤好。平常我在等这种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要拿起手机来滑，所以我现在突然不知道要干嘛，看小鸟好了。终于可以吃了，益美的杏仁茶真的很好喝。还是垃圾食物最好吃哦。上课不要烤香肠，好怀念哦！这一本是我国中的时候常常上课偷看的书。哎呀！想大家应该都蛮困惑，因为这看起来不像是我房间，对吧？那我来给你们报告一下，我现在住的地方呢是我弟的房间，因为我弟现在去读大学了，他目前呢是偶尔才会回家的。那为什么我不住自己的房间呢？因为我的房间现在在拍一个企划，那是什么企划的话，之前暂时不跟你们说，因为之后我要发片，我不想要爆雷。但是呢，你们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猜看看，我到底要拍什么样的影片。总之呢，就想跟大家说，这个房间会这么乱，有一半绝对不是我的问题。哎呦，我要干嘛啦？我想到了，那我就来整理房间就好啦。超级无敌乱，哎呦！不行不行，我不能睡着。哎呦，东西怎么这么多啊？哦，小姐，怎么裤子一堆零钱啊？好了，净空。对不起，现在灯光有点太黄，因为我弟房间的灯光就是这么黄。刚刚在收拾收到一半的时候，发现一个洗刷具的工具，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好像很久没有洗了，赶快来洗一下好了，不然脸上就会长痘痘。那我洗刷具的工具呢，它里面有这种螺旋的刷毛，这个是大创买的，先加一点水，滴几滴肥皂啊，或者是清洁剂，拿刷具放进去，然后拉一拉，它就会慢慢溶出一些颜料出来。哦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！还好还好，没事没事。它就会变成这种很可怕的颜色，就是粉底液啊，彩妆的粉都会在这里。差不多之后，你就可以再换一批水。等到这个刷毛都变成白色之后，就可以把它冲水了。
这只就刷好了，是超级干净。我现在要来用一下电脑，但是不用担心，我绝对不会打开任何的社群软体。我昨天拿来回一些 email 的信件，因为如果我今天不工作的话，我怕明天会太赶，不然搞不好这支影片大家都觉得我都在耍废。趁相机没电的时候煮了一锅炖肉，因为我想说我爸前几天跟我妈 murmur 说他很久没吃炖肉了，那因为我最近都在剪片，所以我最近很少煮晚餐，想说我今天来帮他们煮一下好了。我的卤肉第一次炖好了，你们要回家了吗？我要煮炖肉。那我现在已经吃饱饭了，然后我现在想要来跟我的老伯看一个电影，因为大概已经很久没看了，对不对？100年了。我要看的是这一部《天才雷普利》，麦特·戴蒙演的，还有裘德洛，都是帅哥。好，赶快看。看完电影了，好看，真的好看。我觉得他的拍摄手法、剧本跟演员都合作蛮好的，我觉得是一部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电影，因为我本人对于电影的要求度非常的高。那如果你是喜欢看那种需要思考一下、动一点小脑子的电影的话，那这一部还蛮适合你的。那今天呢，虽然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做什么太多不一样的事情，就没有那种今天好像真的过得很不一样哦的那种感觉，但是今天这样过下来，我觉得我整个人变得很舒服，不会有一种压迫感，心灵跟心情都平静很多，就不用一直去接收外界各种轰炸的资讯。感觉我是真的有活在当下，这一整天我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痛苦甚至排斥这件事情。虽然我知道以现在你的生活模式是绝对离不开手机的，但是你们可以尝试看看，可能 maybe 一个下午或是半天选一部你想要看的电影，跟家人好好聊天，煮煮饭，我觉得真的是很赞，可以把这个生活方式推荐给大家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哦，可以小铃铛，再可以的话记得帮我按个赞哦，可以非常感谢你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我的电影生活的话，就记得我的 IG 哦。好啦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